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我是小凯丽。小凯丽，看，哇，这是火箭！你不是说想坐火箭来着吗？所以我今天特地带你来到这里的。真的？那么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去坐火箭吧。艾丽，去哪儿？哇，好壮观呐！在天上飘着的是飞机啊，还是火箭呢？哦，闪闪发亮，闪闪发亮。哦，小凯丽，哦，怎么了？看到这个了吗？哦，怎么了？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艾丽眼前有什么吗？这个是韩国第一个宇宙火箭。天哪，韩国第一个宇宙火箭，我竟然可以这样碰到。哦，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火箭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也是吧？哇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好壮观！是呢，嗯，这是什么呢？艾丽，这个哦，就是我们上次玩的时候。你说那个大球吗？嗯，啊，真是的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为什么会有大球啊？啊，真是的，你等一下，朋友们，网络空间阻力训练啊，重力阻力训练，就是进去之后，这个表情会这样，你要忍住，是不是那个？是那个吧？什么是重力呀？那艾丽要去坐啦。嗯，快去吧。哇，朋友们，艾丽现在进来了。像刚才小凯丽说的，这个真的长得就像一个球一样。请系好安全带。好的。哇，朋友们，艾丽现在腰上也系上了安全带，还有脚也是呢。哦哦，为什么这么紧张？嗯，害怕的话可以说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哦哦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等一下。哦哦哦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哦，为什么还反着转呢？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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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啊，朋友们。艾丽做了一次，做了一次，感觉很好玩。还有，重力的话，因为对这个速度太快，所以没有感到什么，所以现在去下一个地方体验。艾丽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坐火箭？现在就坐。现在。宇宙生活体验馆。嗯，快走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吧。好的。天哪！天哪！怎么了？天哪！怎么了？天哪！我特别特别好奇这个呢。什么呀？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好奇，在宇宙怎么上卫生间呢？是不是很好奇卫生间长什么样子呢？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朋友们，这里呢有马桶，是马桶吧？天哪，最需要保密的地方，就卫生间。艾丽，上去看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上去。我想上厕所。哦，嗯，哎呀，哎，你转过去。哦，怎么了？哦，我要上厕所。哦，你要上厕所呀？嗯，朋友们，小凯丽现在在宇宙，宇宙上厕所呢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好了。这个好像是冲水的，是不是得冲水呀？这个，咻。天哪，朋友们，艾丽也是第一次来，怎么也要体验一下是吧？我也要看看这个跟地球的卫生间究竟有什么不同。艾丽来感受一下。下来吧。只有我一个人感觉丢人吗？下来。这里感觉有点硬，马桶有点硬。还有，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洗澡的，洗澡的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原来在宇宙里，是在这个桶里面洗澡的，是不是很惊讶啊，朋友们？在宇宙也可以上厕所，还可以洗澡，也可以运动的。天哪，是这个，哦，这个说实话会有点不方便。我们睡觉的时候呢，可以翻来覆去的，翻来覆去，翻来覆去，很舒服的睡。但是，
在宇宙睡觉的时候只要系上这个安全带才能睡觉的。他会不会很累呀？是的。那这次呢？哇，感觉宇宙飞船要飞啦。哇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呢？世上最大的火箭，怪不得呢，你看从这个大小感觉就不太一样，真的真的太好看了。哇哇，朋友们，艾琳后面简直闪闪发亮，天哪。你好你好你好。我这个是登月船，因为是有四个腿，所以还有个别名叫蜘蛛。朋友们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四条腿吧。我来数一下，一个，这里这里这里也有，这里哦，还有两个，两个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好大好大的。三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，咚咚咚，四四四个。哇还有电梯，宇宙的电梯。宇宙里还有电梯呢，朋友们。艾莉，哦，这个我一定要坐。当然了，这个我们一起坐吧。嗯，我坐这儿，你坐那儿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好，朋友们，艾莉现在进来了。哦哦哦，再见。哦，再见。哇。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登月船，现在高度差不多了。哦哦哦哦哦哦，吓一跳。哈哈哈哈，这里是宇宙，这里是宇宙。这里呢真的是很有反转的魅力呢。等一下，这个肯定就是检测重力的，我在电视里看过很多次重力加速度。宇宙飞行员实际上所感受到的重力是体重的六倍。但是艾莉，今天我们是来坐火箭的吧？要坐的，嗯，所以呢要体验一下。嗯，要体验。知道了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哦，这个体验真的很害怕。之前两个呢，其实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但是这个是真的有些害怕。哦，哦，这个像月亮。哦哦哦，这个门关上了。艾莉，哦，我害怕。哦，怎么办？艾莉，哦，我有点害怕。刚才老师说了，如果他害怕的话就举手表示一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转了转了。 哦，我真的好害怕。等一下等一下，艾莉，我们抓紧手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哦，好晕。真的好晕，我真的能感受得到重力。艾莉，好像有人压着我。是吧，有人压着我们。我坐不了了。艾莉，你稍微站起来看看，起不来。哇哦，哇哦，老师，这个体验的话，要想成为宇宙飞行员，必须要通过的是吧？本来是要体验六倍的，但是你们只体验了1.6倍。本来是要体验六倍的是吗？等一下。哼，更意外的是，朋友们，我们刚才的体验是1.6倍，本来是要六倍的，六倍，我们只有1.6倍。那得压多少力啊？不知道是什么程度，反正应该是使劲使劲使劲压吧。这样这样。哇，我今天感觉到了宇宙飞行员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的，真的是太累了。艾莉，嗯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啊，那我们去体验一下别的吧。等一下，一起走。艾莉，艾莉。朋友们，终于终于小凯莉要坐火箭了。我要坐火箭了。再见再见，快点过来。我先过去了。哦，你先走。哇，小凯莉这么快，嘿嘿。朋友们，那艾莉现在
也要去坐火箭去了。哦吼，好的哦。那朋友们，艾莉坐上了火箭，再见。我要去宇宙了，耶、yeah！小凯莉，什么呀？艾莉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这是哪里呀？是不是很壮观呢？这里就是未来城市吗？快点，快点坐啊！知道了，火车要出发了。要坐火车的话，我得装饰一下呢。快点！啊，出发！出发！哟，这个就是这里，这是未来城市。朋友们，这里就是未来城市。哇，艾莉，这里还有沙漠，沙漠。哇，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呢，真的很闪闪发光。真的，真的闪闪发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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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闪发亮。艾莉，艾莉，这里是我家。真的吗？这里是你家吗？嗯，我要住那里啊，不是那里，那里，这里闪闪发亮。坐火车能看到未来城市，艾莉现在真的太幸福了。艾莉，我现在很幸福。